杭州亚运高球赛事，22岁香港球手许龙一在男子个人赛夺得香港史上首面亚运高球金牌。他以一杆之差击败世界排名前30的韩国球手任成宰。香港队在团体赛亦力压日本、新加坡和中国夺得铜牌。许龙一和队友和职员赛后拥抱庆祝。许龙一说，三月赢香港赛的时候有面对压力的经验，所以这次做得很好。